海岛，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叫这些海岛，因为它的 iOS 叫做海岛，就这样。iOS 的名称叫做海岛勇士 ，OK 吗？好，那之前我们还叫它放置美少女，其实都可以啊。放美就是 Enjoying，iOS 就是海岛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的名称要 different。I don't understand。但这款游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也当合成嘛，就用一点跟你讲。不过我们玩到有点乱哦，别闹，应该主线打不打而已哦。然后你再讲，再继续讲。反正最后真的会乱掉，反正就是先把主线烤到紧绷，然后再看最后讲什么。哎、欸，不要这么快，不要这么快，不要这么快！真的啊，假啊？真的吗？哇！天哪、啊！交出来啊！哇哇哇哇哇！哈，他说是妻子哦。欸，但是妻子还没讲，对不对？妻子是谁？然后这其实有意思的是呢，他有所谓的纸袋，甚至还有宫殿哟，这都给大家自己去发掘啦，就不多追什么了。我现在在哪里啊？杰明。欸，所以我现在战力算是大涨，对不对？我的灾，所以其实这种游戏就是你若胜如果的话，我们的战力就越高，是吗？嘛，就是讲，我先报告奖励领起来。嘛，就是讲呢，大家玩到最后面就是整排的 U 啊，非常的爽快哦。然后你又慢慢啊，家己拢淘汰安尼。像恁即只的话，是毋是阁是 SSR？ 你就是家己换落去这样子。所以嘛，就是讲呢，伊才有一个，哎呦，好想讲哦，怎么办？我们今天有重点啊。